暖心运动，关节柔软新灯操，配合生生世世拢在菩提中音乐的伴奏，保持一颗欢喜的心，心情放轻松。请找一张比较较窄椅子坐下来，最好不要有轮子，而且坐下去双脚刚好会用打到头脚的最好。若是说地板和椅子比较容易骨顶动，请将椅子靠在壁，椅子要窄，最好要靠壁。身体中心线的提醒，身体坐在椅子的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，让顶半身坐直直，面向头前，双脚自然放轻松，踏在涂骹，让两脚脚目刚好伫脚头骨的下边，保持脚趾平寸好直，迈翘骨的姿势，收下海。一臂动作将身体坐好直，所有的动作拢是为正边开始。双手向外口拍开，呼气。双手合十，往下边吐气一遍。身体坐正，慢慢的将头伸向正边，用正手轻轻啊放伫个倒边的耳仔顶头，将头倒向正边，尽量往地板的方向来延伸。归正，换边，不得头、颔管啊部位的肌肉伸展，舒缓脑筋，放松咱的肩胛头部位。两边的肩胛头往后边，向顶头，往头前，向下边。这四个方向来洗，速度为两个班到四个紧的，往后边，往顶头，往头前，往下边吐气，一边洗叮当，一边想看卖，参照肩胛头愈来愈放松，洗转去，洗转去了后洗注意。位头前、顶头、后边、下边，愈细愈吉祥愈易哦。目的：肩胛头部位的伸展，借由主动肩胛头部位肌肉收缩、宽缩、放松肩胛头部位的关节，减轻或者是预防50斤。起，双手交叉压做伙。将身体水平往头前延展，肩部往内底，将身体慢慢啊水平，刷向正面，起向头前停留，调整呼吸，再个换倒边，起向头前停留，往顶头竖起，双手放松落来。保持身体伸好直，左手边抓着椅子，正边的手压起来，往左边的顶头的方向延伸收回来，慢动作两遍，活动肩胛骨，加紧速度四遍，一、两、三。第四遍停留，头转向看顶头，强力伸展身体边仔边甲胸部的肌肉群，保持呼吸。换边，想看卖参照规个身体边仔边甲胸部的肌肉拢被延展开来，真正真放松。一。两、三，目的身体边仔边的伸展。
先将身体小跨起一边，坐在椅子顶头，倒手扶在椅子背后，将脚往身体后边来退一步，另外一手扶在椅子边仔边，慢慢地将身体往后边来起，收换平，目的放松延展安动动的大腿头前边仔边的肌肉群。提醒老大人，若是感觉到肌肉硬扣扣或者是酸痛，最好多做一挂动作来达到放松的目的。身体坐正，将正脚往头前来伸，双手放在左边脚的大腿顶头，让身体慢慢向头前弯紧大腿。爱会记得保持身体中心线哦。搁再将正边的脚尖勾起来，大力的伸展正边的脚小腿后边边仔边的肌肉群，感觉到正边的脚大腿后边这个边啊酸酸的，被延展开来。会记得肩胛头爱放轻松。目的大腿和小腿后面边仔边的伸展